有四個 QR code 噶嘛，一個每一唔同語言有唔同噶。咦？呢度幾得意喎！佢原來下邊嗰度咧，如果冇睇錯咧，即係意思佢嗰個咩連到連仙咧，一路變身變到變到仙人係嘛？哦，但係點解除咗狗嚟嘅？誒，仙人哦，原來呢個公仔代表仙人。坐喺度。見過啊，屋頂。係啊，我哋成日都見到呢個。嘢這個是什麼？變身是吧？這個是仙人咯。300,000人做嘢啦！经过艰苦努力，到永乐22年，历时12年的营建工程终告完工，建成了9宫8馆36庵堂、72岩庙、39桥梁。12亭台，共20,000余间庞大的建筑群，富丽无比，形成了五里一庵10里宫、丹墙翠瓦望玲珑、太和绝顶化成式、玉虚仿佛秦阿房的壮观景象。武当山公馆建筑群严格按照明朝皇家规制，根据玄天上帝修仙得道成真的传说故事安排筹划，以宗教神权和世俗皇权相结合的一幅营建，着力体现皇权和道教最为注重的庄严肃穆、玄妙飘零的思想，营造出仙气、灵气、神奇的氛围。
上建筑讲究山形地貌，举起藏锋与自然高度和谐，是具有身怀创造力的规划与建筑结构，整体与合理，主次分明，大小有序，错落有致，完美的将建筑与道法自然的思想结合缜密，并将建筑与道教文化神话故事融为一体，让建筑与峰峦的高大雄伟压动的奇巧幽邃浑然天成。为了保护生态自然和谐，各家司令强调对山体分毫不要修动，因地制宜，随地形高为吉。我哋尋日就行上呢個喎。天平高度也是施工人员面临的最大难度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从山脚下的材料厂到悬崖峭壁上的栈道，工匠民夫或竖梁架屋或炼铜冶铁，在这些特殊环境下的建筑既显示着宗教的力量，也沉淀了更大的感召力。这就是天柱峰顶上的铜柱鎏金金殿，它坐落在一个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平台上，全部由纯铜和黄金铸造，金殿也因此而得名。这座现存中国最大的铜柱鎏金建筑到底是在何处铸造？是整体铸造还是拼装而成的呢？这个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解开。公元1416年农历9月初9，在北京铸造好的金殿构件，经过京杭大运河、沿长江、汉水向西，最后运抵武当山。工匠们按照木建筑的榫卯结构方式拼接安装，然后再用金片和水银熔炼成的金泥涂在构件上，并加起炭火烘烤，这样水银挥发只留下纯金。一个铜柱鎏金大殿就在天柱峰的山顶上拔地而起了。
喂，阿喵啊，阿喵啊，我搵厕所先啊。这个人挺多去了。有。